mini，宝妮，真的吗？你不信那我要挂了。今天不是六六八哦，不是这一个啦。现在到底谁是谁？宝妮，我是宝妮。是的，我是双胞胎，身高差不多，体重差不多，经痛的程度和时间也都差不多。除了爸妈，其他人太容易把我们认错。那你们两个谁比较强嘞？这种问题无限上纲起来就很无聊。其实我们并不想这样。你就是他还是不答应哦。你到底喜欢他哪里啊？反正就是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我怎么不写啊？压住这里，压住这里。你有男朋友吗？喜欢一个人到底什么感觉？喜欢就喜欢，又不是写作文，你又不知道。当然，每颗细胞我都分了一半。他说他没有男朋友啊。他说没有就没有。总之，你给我小心一点啊！你谁呀？你要谁小心一点啊？年纪轻轻，不要玩弄男生的心。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嘛！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我吧？他可以不说话，我就不能不表态。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弃呢？我们明明就是两个人，为什么要被看成一个？你就喜欢上一个会把人认错的笨蛋，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是双胞胎就好了嘛！万一他喜欢的是你，我怎么办？让梦起飞，让心跟随，非要过绝望的深渊。不要怕，勇敢追黑，下定决心不后悔。让梦起飞，让心跟随，体会爱的纠结。或许我不真正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，但我想，我跟他不一样。